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正好是我的朋友，他要去一个日本比较有名的地方，叫做上高地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蹭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也蛮远的，要自己去还挺花时间，大概需要五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吧。今天也是起来的特别早，因为好久没这么早了嘛。今天大概6点钟左右就起来了，现在是12点，我们现在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，现在是在一个停车场的休息室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准备继续上路了。お客様だと思います。じゃあ上の枠内だけご、はい、順番にご記入だけ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お連れ入ります。ご住所は、あ、住所は、はい。今天有一点悲剧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那个上高地的。あ、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お部屋は107号室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どうぞ。はい。朝市って食事どころなんですか？朝市。朝市はお野菜とか、はい、あのいろんなものを売ってる、あ、なるほど、まあ売店みたいなもので。なるほど、朝市か。はい。福寿温泉に他の旅館さんに。お風呂行けるようにも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、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、有料でお金がいるんです。はい、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哎呀，累死了！今天比较悲剧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一个叫上高地的一个地方嘛，但是这边的旅馆离那边还比较远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想预约那边的旅馆的，但是那边人都非常多，然后也没约上，就在它的附近找了一个这种温泉旅馆。嗯，怎么说呢，这个旅馆看起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客人，因为我那个同学他们预约的那个是网上说是4星的旅馆，然后我这个说是3星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年代感嘛，反正写的是3星，然后今天这个旅馆的价格大概是15000左右，然后是包一个晚餐还包一个早餐，然后还可以泡一泡温泉什么的，反正就是那种日式的传统宾馆了。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拍一拍。现在最关键的是一会儿我该怎么办，因为现在去上高地也是去不了了，然后虽然我朋友有车，但是那个上高地是日本的一个自然保护的一个区域吧，就是你的车是不能开进去的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别的交通机关能够到那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我还没联系他，我一会儿准备先把东西放一放，然后看看跟我朋友联系一下。先这样，看看这个屋子怎么样。就是整体感觉没什么人，人烟稀少。看这个冰箱也是非常的旧的感觉，有个电视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，后边挂一点画什么的，就是那种传统的日式小旅馆吧。还比较热，这边看看能不能打开。可以看看外边，外边四周都是山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这真是，也不能说鸟不拉屎吧，这就是日本乡下的感觉。哎呀，渴死我了。不过一个人住还不错吧，因为这个。大小感觉还是蛮够的，这就是日本的这种榻榻米。因为我来的也比较急嘛，根本就没看这个房间是什么样的，直接就预约了。反正你也没得选嘛，因为赶上日本现在也是放假休息，所以说随便就搞一个了。然后价钱来讲也不能说贵和便宜吧，因为日本的温泉旅馆大概都是这个价位的。看看给了两个小点心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先尝一尝。对，然后它这里实际叫做福地温泉的一个地方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。然后一般的日式
那个小旅馆都会给一点这种小点心的，然后你要觉得好吃的话，应该它在前面还有卖，但是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而且感觉也不是很好吃。我先尝一尝，就是里边是豆沙的感觉，反正也不难吃吧，正好经过了一路的颠簸，也有点饿了，先吃一点。然后这里有一点水，估计是让你泡茶喝的，但是这个水我感觉不太能喝，一会儿把它倒掉。这给了一套泡茶的东西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宾馆的名字叫什么，飞水的一个三星宾馆，看它这个牌子就感觉应该是非常有年代感了。我看看晚上弄不好我就要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泡温泉了，因为他们那个宾馆比我这个要好一点，他们预约的是一天是55,000日元，所以说大概是3000多-4000人民币左右吧，说是四星的。然后一会儿我去看看他到底四星的跟我三星的有什么区别，看看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。然后现在想联系我的同学，估计他现在还在整理他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决定晚上看看去哪逛一逛，如果要是没地儿去的话，那就泡泡温泉，然后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山呢，或者是一些景色，随便拍一拍。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，去哪儿的话都不方便。喂喂，啊，好的好的 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决定去那边看一看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车，有车我们就去，没有车就算了。然后晚上回来吃饭，好吧。然后现在就先出发吧，一会儿再说。就真的没谁了，太悲剧了，出来天气又下雨了，哎，真的。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附近，你要是一个人来，就像我这种订一个这种单身套餐的话，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过这次也是比较赶嘛，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已经把房子订好了，然后我就来凑个热闹，正好他开车嘛，我又不用开，挺麻烦的，就来随便拍拍。真的，这边除了山就是山，四面环山，然后围绕着云城，空气真的不错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刚才那个饭店嘛，其实在里边刚开始可能说的有一点感觉不是很好嘛，但是外边看起来就是东西也都比较传统的，就还好，也没有我说的那么差吧。反正晚上然后我再去他的温泉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准备跟我的同学会合，然后可以看看他住的宾馆。他住的宾馆说是四星的嘛，但是感觉也没有好的那么特别多啊。不行了是吧？时间行吗？时间今天是比较赶。对啊，明天去吧。他说有个登山的地方，罗布位，完了可以坐那缆车上去。这就四星呗，传说中的。这门脸就比我讲究一点是吧？看看这四星宾馆啊，我那里反正估计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，我就称霸整个宾馆，晚上也挺好，15,000块钱，对不对？所有房子随便住。我也进来感受一下四星宾馆，实际我感觉也差不多嘛，就是多点小庭院而已，对吧？看得比我那个灯光暗一点而已，其他都差不多。就感觉还行，我那个反正毕竟便宜嘛，15,000，人家这个50,000多块钱，但是他有皮毛，我这边也有，我那铺的也是兽皮，一会儿晚上再看看是什么动物，看看他们的房间怎么样。我加马西马斯，来吧，来客人了。你这个就比我多了一个地板而已嘛。你那有那什么啊？原来这个是那啥呀？这个是泡澡吗？对，这个是泡澡，这是露天温泉是吧？啊，那你这个还行，他这里头就多了一个洗澡的吧。行，看你这厕所我就心里平衡了，跟我那厕所差不多。这服务确实不错哈，给两杯牛奶券，我拿回去能换不？行吧，心里也平衡了，差不多，咱那毕竟花的钱少嘛。来到本地的，看看本地特色，搜吧，先尝尝汤，看看咸不咸。哎呀，这有点咸呐，这个。你要饿的话，吃什么都香。
但那个适合年纪大的吃，老头吃行。刚才吃饭吃的都有一点困了，现在我们找一个那种叫阿西欧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泡脚泡温泉的，正好放松放松脚。因为今天嘛，说是来上高地，但是我穿了一个登山鞋，本来以为要登山的，但是看情况就是不需要登山了嘛，所以说就比较悲剧。现在已经进来了，感觉水温还可以，反正免费的嘛，也没有选的。要钱的？要钱吗？100块，那赶紧，那我这泡一半算了吧，给他50我就走了。你去吧。关于旅行这件事，我想大多数的人是喜欢的，喜欢沿途的美景，喜欢那些不期而遇的人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但除了这些，我更关心的是，多少人成为了我的回忆，而我又成为了多少人的回忆。然后现在回来换个衣服，准备吃个饭，看看有时间的话再去泡个澡。这衣服也是没谁了，给我拿一个这么大的，不太合身的。现在还有点时间，然后我看看，准备先泡个澡。然后刚才门口不是写的混浴吗？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都可以进来的，所以我就进来看一看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边呢，应该是女生在这边脱衣服，然后男生应该是这个トノガダ的自己叫。然后现在应该里面是没有人，所以说我就敢进来看一看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室外的这种洗澡的地方，但是呢今天的天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就算了，我还是回到那个普通的浴室看看吧。写的那个是 Himei 的话应该就是女生的，所以说我是男生的话就只能进这个 Tono 写作店。这里呢就是跟那个普通的那种浴池是一样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帽子，就不知道干嘛的，第一次见到这种，泡澡的时候戴吗？应该是可能下雨天呢或者什么的，你要出去的话应该也是带露天浴池的，是不是带一个这个就能避雨啊？然后日本泡澡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小篮子在这边，就你把自己的衣服脱掉放在里边，泡完之后再出来找自己的篮子就 OK 了。菜单是在下边写的，还挺多的，这是今天的菜单。其实还蛮划算的，我感觉啊，一共才15000日元，然后2顿饭，明天早上还有一顿。这个是他们推荐的牛排，还没有煎熟，一会儿看一看味道怎么样，色泽应该还不错。现在再尝尝这个小鱼，造型做的都还蛮好看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沙西米生鱼片，尝一尝，普通的生鱼片的感觉，没什么特别的，煮的那种东西。我吃了半天才发现他还没给我上饭呢，但是菜基本已经要被我吃光了。蒸的鸡蛋糕，里面有一些海鲜，这个味道还不错。主打牛排，最后一个烧鱼也拿上来了，上面都是盐，特别咸。尻尾とここはフリージをしてあるので、足らないところにこうつけていただいて。はい。はい。我刚才问了他一下，这个鱼这个皮能吃吗？因为我刚才咬了一口，他说连头的话都可以吃了，包括尾巴上这些盐。我是很想相信他的说法，但这个盐都吃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。我再试一试这个皮，看能不能吃。这个真的是要能吃，我真的太佩服他了。最后一个甜点来了，他这个上菜的间隔时间太长了，我现在都有一点吃不下去了。最后一个了，吃完了我就可以休息了。
够吃什么的西的，吃完了，总结一下吧，吃起来还可以，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。这个钱实际怎么说呢？15000块钱左右，在日本这种温泉旅馆来讲不是很贵，至少不会比别的宾馆差一些吧。呼，累死了。然后果然是这样，他们把被子都给铺好了。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欣赏日本的地方，就是说不管你消费多少钱或者怎么样，他们这个服务标准还是都会保持一定水准的，不管说是他们的行业标准吧，还是说怎样，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，就是感觉还是蛮舒服的。不管你是超级高的消费，包括你是4星啊、5星啊，或者可能更高的一些消费，跟你比较普通的，就像我这个普通的宾馆，他可能都不会太放松自己的这个服务要求吧，我感觉这样，也不是说夸他们，就是说感觉还蛮舒服的，作为一个消费者。